公费的时候要看情况。那貔貅还有没有人喜欢的呀？这个貔貅，如果说有人喜欢的，再叨一叨；不喜欢的话，我们就往旁边放。这两个的话也稍微小点，像这一种也可以香的。如果说要香，这个就是一个整个也是一个冰的，一整个也是一个冰的，秦光料子，白冰的啊，白冰的秦光料子。牙齿雕的好啊，这个有多少钱了吧？这一个，那个4500。这一个4500米啊，这个4500米，我这个雕工就比那个好的多喽，对，这个雕工就比那个好的多了。但是这个件的话，它料子没有那一件颜色好一点点啊，对，料子没有那一件颜色好一点点。我给你们卡一下尺寸，好吧？来，28.8。14刀一下，是不是？好嘞，11.7，这一件咱给他一个抄左右呗。这个件咱给他一个抄左右，看一下一个抄左右有没有这个预算，亲爱的们。二四爷，一个抄上下一点点，但是不能差太多啊。我跟你们讲的价格已经是很低了，不要在我的头上再砍一刀，好吧？不要在我的头上再砍一刀。一个抄左右，看一下能不能看得到，能看到的话我们就好好刀一下。整个一个冰块，有荧光起的好哎，荧光起的好，这个光感。小冰渣呀。对，一整个都是一个小冰块啊，小胶块，胶感是很好的，胶感是很好的。它虽然说这一件其实雕工比那件还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呢，雕工还比较稍微比那件好一点点呢，看到没有？牙齿呀，立体呀，但是这一件种水的话，没有这件颜色好吗？这件的话是主要是带色的啊，对，冰情的，满情的，情水情绿底的一块料子啊，情绿底的一块料子。其实这两件的话，价格也没有差那么多，看你们是喜欢哪一个喽。这一件的话，底子要干净的多啊。哎，这一件的话底子要干净的多。我今天看不到了，缓两天。蓝的呢？你今天看不到了，你不能说你看不到，只能说你今天预算不够啊！真是的，你这样子让人家误会，好吧？你这样子让人家误会。蓝的，你问的哪个呀？这个，这种样子的吗？哪里有蓝的呀？情绿的还是你说的这两个？这两个还不是带点情底色，淡淡的。你说的秦底这一个吧，这个我给他2680米的，2680米这一件的话，一个抄左右可以谈啊。对，一个抄左右可以谈，看一下喜欢哪一件，老铁们，喜欢哪一件？喜欢哪一件的话，咱就扣好吧，不喜欢我们就过。就这一件啊，这个我给他2680米啊，2680米。这几个佛也是超漂亮，等一下给你们喵喵啊。这两件还不错啊，其实这些貔貅都 OK， 种水雕工下面的呀，下面这一件啊，这一件价格差不多啊，这件多少钱了吧？这件，这两件一样价这两件一样价，这一对呢？哪个？这一对。7000。这一对7000，二次元啊，这一对7000，没有刀过的价格，看你喜欢哪一对，要刀哪一件你就告诉我要它哪一件，好吧？貔貅这几件还不错啊，放镜头前面哦。放镜头前面，要谈的老铁再过来谈一下啊，一对的啊，这个是一对7000的，没有刀过的价格。欢迎宠衣人来到直播间啊，欢迎宠衣人来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小佛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小佛，正装小佛公有没有穿手串的小羊啊？没有哎，穿手串的羊啊，羊没有，羊没有。三角金蝉跟这个貔貅你不喜欢吗，亲爱的？三角金蝉跟这个貔貅你不喜欢吗？像这一些都可以穿手串的，貔貅的话招财辟邪保平安的啊，这个金蝉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，这两个意义差不多啊，这两个意义差不多，要不拿这个貔貅或者金蝉呗，价格不贵啦，这几个，价格又不贵，而且的话精品啊，老婆属羊啊，属羊你不一定带羊啊，东西带的可以多呢，对不对？像这种的话男女老少都能戴啊，男女老少都能戴。貔貅之前买了是不是？手链的没有，挂件要不要？男戴冠女戴佛，要不给老婆来个小佛？要不给老婆来个小佛？
小佛宫啊，正装小佛宫可以拿回去打个小金扣做锁骨链，精致小巧。这不是马上夏天了，对不对？要露肉了，嗯，做锁骨链很精致哦。这一个的话是呢，像这种是揭阳工艺的啊，肚子非常饱满，一个小胶块，嗯，一个小胶块，这种样子的可以不啊，亲爱的？嗯，小佛宫可不可以？小佛宫这个小的多少钱，老板？这个13000米啊，13000米有没有做挂脖子上的不用镶嵌的貔貅啊？啊，这些也可以做挂在脖子上的呀，亲爱的。嗯，闹闹，这些都可以吊在挂在脖子上的。不是说，我只是说建议可以镶嵌，像这一个。如果说你不想镶的话，我可以配一条那种手工绳，直接戴脖子上也可以的呀。这些都可以的，戴脖子上的。只是说，如果说你们想编手链是可以编的，但是如果说想那一个想当挂坠，也是完全可以当挂坠的。你看，像这种虽然没有打孔，咱在这个铜钱上再给你打一个孔，配一条那一个。嘴巴。哦，对对对，不用打，不用打喏，孔都有了啊，孔又都有下面。直接把绳子穿在下面，直接就可以戴了，闹闹，嗯，直接就可以戴了。像这种就是刚好女孩子戴那种精致款的，不大啊，不大，女孩子戴起来我觉得最好。男士的话也可以戴，只是说小了一点点。要是如果说喜欢的话，是也完全可以戴的，嗯，不用打，不用打，都有孔了，都有孔，嗯，闹，都有孔。这些的话，如果说你不想镶，只是说建议可以镶而已啊，都可以戴的。你看这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最好看，嗯，这两个最好看。这一件的话它底色好，这一件的话它勾冰，嗯，这一件的话它勾冰，对，这一件的话虽然说有点粉紫，其实它这一件中水是没有这一件好一点的，嗯，中水是没有这一件好一点的。然后这一件的话它底子又干净，然后底色又漂亮。手上那个绿色的是啥呀？这个呀，这个是貔貅点蓝小脚丫。男的，你是男的戴哪个好点呀？男的戴咱可以拿稍微大一点点的，嗯，什么种啊？都是冰种，送男孩子的呀，送男孩子的可以拿稍微大一点点的。嗯，我觉得多大的男孩子呀，嗯，可以稍微拿大一点点的。那两个大的呀，这两个大的是7000还没有到过的价格啊，7000还没有到过的价格。哎呦，老板，闹闹是我们老朋友哎，啊，这个都不开价的，人家送人的，你就便宜点呗。这个也是糯冰的，然后带点青绿底的，嗯，糯冰带点青绿底的。24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可以戴，可以戴，而且这个颜色也好，也刚好清爽，嗯，对，这个颜色也是比较清爽的那一种。那你看这个纹理，它的这个肌肉啊，雕的特别好。那牙齿，咱看屁股就是看牙齿，看屁股嘛，对不对？牙齿雕的非常 OK， 小归小，但是牙齿雕的还不错，嗯，两。一对走两个超左右吧，嗯，两个，嗯，一对，咱这种是谈一对的价格，哎，谈一对的价格能不能拆呀，老板？观谷珠宝成立于广东，拥有国家注册商标，从事翡翠行业11余年来，坚持从缅甸矿区采购性价比最高的翡翠原石。聘请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师精雕细琢，支持私人定制服务，为大家提供可以传世收藏的艺术品。观谷珠宝客户遍布海内外，特别是在华人较集中的美国、加拿大、新加坡、港澳台等地区有很高的声誉，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结缘观谷。以往都认为翡翠价格过高，那是您不了解翡翠。关注我的微信7887-2456，学习更多翡翠知识，判断翡翠的价值，打破传统珠宝行业虚高暴利。买翡翠找观谷，微信7887-2456。观谷珠宝向您承诺全场保证翡翠 A 货，送国检证书支持全国复检，可以淘宝交易，假一赔10，鉴赏期内不满意可以无理由退换。同等翡翠所售价格低于实体店的3折，可以随便对比。微信7887-2456。